잡아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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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여기 나리! 나리야! 放松，配合，你就不会痛了。9:30左右，本分局员警于巡逻时，发现一部可疑自小客车，行迹可疑，加以实施拦查。为该车驾驶随即加速逃逸，沿途逆向行驶、闯红灯等多项违规，无视其他用路人行车安全。本分局通报线上优势警力18名，实施拦截围捕。火速在5分钟后，于土城区合成路一段。与连城路口拦查该车，车内犯嫌共3人，并于副驾驶座地板发现有毒品粉末，车内共查获安非他命、吸食器、针筒、残渣袋、大麻、毒品咖啡包、海洛因，全数依法查扣。全案讯后，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、公共危险等罪嫌，已请新北地检侦办。